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我们所有巡台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市区这里，这边是位于台中的南屯区这里。来这边稍微巡一下，从我们那边开过来哦，开了蛮久的，开三四十分钟啦，有一小段路。那我们来这边有稍微看到有两间，啊，有上面还有一间是24小时的，我们后面才会去巡看看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这间稍微打一下吧。好，我一进来呢就看到这一台是我最想要加的，就是拼图，但是它是1000片的，其实蛮难度颇高，但是其实我蛮喜欢玩这种东西。比较静态的，看他们夹个几个。哇，好像不太丢。对啊，那捏宝这样呢？会丢，而且他有开那个呢。开什么？你看，落爪直接带回来。他应该是因为落爪，他带着直接往洞口扭了一下。还有这个，它蛮多一些风景的，还不错呢。里面那一个黑色的好像也不错，这个整个拼起来蛮好看的。哦，我没有那个框。那个框啊，要自己想办法买。嘿，中了，出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哦，来。来了，我们后面那个刚刚都没挖到，再挖一次。哦，一次两盒，是，挖开了，来，捏宝，好像不能捏在束带。对啊，它束带会丢，但是刺在这里就可以。倒丢，我没有捏在那个呢。这样呢？哎，来了，拨一下，快了，好，好 ，OK， 还有那一个我比较想要而已。哇，看来他不想出来。我要躺着就是没辙。这样呢，围带一下。哎呦，因为他都会一直把它吸着，稍微勾一下。勾出来。有了，脱。刺到束带啦。全包，会卡哦。好，来前面。对啊，这样够了。太薄。可恶啊！对，我发觉不要捏宝，它好像比较容易出哎。是吗？我不要捏宝看看。这样，再夹个一个就好。卡一下，射一下。你看，它都夹一样的。是吗？一二卡，是吗？一二卡，卡出来了。反正，哎，我再试一下，再试一次这个，来哦，全包到底，这样呢？没有卡。卡。来，好，看了，靠，都一样的，靠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就说你都讲一样的吧，完了嘞，不一样的都没出来啦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后面再看到怎么样，我们去夹一下其他的，来夹这个觉得它有点厉害，它是直爪，但是它好像没开爪具，东西蛮不错多的。然后挡板够低，甩浮，好像可以，好了，洗衣球三来了，
祈求三奶，然后这才可以。当然可以的情况下，就是要先这样。我们先把它的地基全部打掉。快掉了。嗯，然后我再花个10块20块，这上面的也要给它下来。这样子下来，好，在45度角那一撮过来。哎，它都放哎。来咯，来看一下夹起来感觉怎么样。来看一下夹起来感觉怎么样。我想玩。现在你可以，但是好，那你先拿酒精，我消毒，我消毒，我才可以去碰 GoPro。这台我可以吗？可以，这台你可以。OK， 好，因为我觉得这台台信真的你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来哦，验收成果哦，真正花钱打的哦。有没有这台直接放？可是它，你可以左右，对对，那边的可以先打，不用刻意捏吧？我觉得它全包会外飙。是吗？真的，你给它包到底。为什么你刚刚甩幅那么大？手的感觉吧，全包。没呢。你没有包，那位置不漂亮。怎么办？它这个都太下面了。可以可以，你去勾它的那个，这个勾了它就出来了，因为它是直接放原地啊。那我要收二收吗？二收一下，放。厉害哦！我是那挑呢，我是太衰了。那我要怎么办？顶抽？甩打。这个要甩打？你不是有练过甩打吗？它的下爪是慢的，可以甩打。太难了，我不能顶抽。顶抽是可以试试看的，但爪子你要调。这样可以吗？不管了，哇！抓脚，抓脚。它不下来，为什么你刚刚可以啊？我知道了，你现在先去抓那个后面那个在二楼的。这个。稍微顿一下干嘛的都可以。你看，它这台直接放。这个直接给它全包。全包，骗了，抓下面，左右盾抓下面，要全包吗？直接全包就好，没差。他抓不到，枪位，左右盾就好。我觉得我夹一个就好了。好，你夹一个，我后面我帮你补回来了。好，有了吧？我看一下我夹多少。要求嘞，来看。170啊，还好吧？170还好，170还可以啦。好了，这个甩打，来一波帅一个的甩打。这不能甩打啦。甩打啦。我不会甩打啦。啊，我知道，你就去抓后面直接撞就好了。哇，各种枪位呢！我在帮你制造枪位。对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去抓这个蓝色的。蓝色的。对，那个蓝色的。那个。那个怎么全抓到？可以可以。啊，我就这样子。顿一下，要顿下去啊！不要直上一下。好，很枪，不错，很枪。撞不下来。有了。有了。那前面那个呢？好，你把那个也打掉。200多块。对啊。有了。有了。OK， 回来了，你这一波没亏。交给你了。补救时间。对，现在换我来补救了。有没有？我刚开始叫你全包，我等一下包给你包一次给你看，这台绝对全包外丢，因为很明显，它这台就没什么那个靠什么微动丢什么没有，你看哦，1、2、Y， 有没有？摔打，差一点就出了，抓这个就好了，我甩幅做大一点这样子。
看，我帮你，我帮你补回来。这个出来，来了，来了。快丢。嗯。全包。全包或者捏宝都可以。回来，通通回来了哈。这个来了。捏盖子好像会喷诶。捏盖子会喷，但是其实我觉得，但它喷喷的感觉是真的还好。就现在这一堆有点麻烦了。那堆刚刚被我卡住了。对啊。嗯，这一堆比较麻烦。喂。嗯，那一盒夹不起来吗？没有，这一盒，这一盒它现在反的，我觉得它会飞奔。它只要让我吃到一个身体，因为它其实爪力，它身体其实浮得很一败，可能会直接出来直接脱钩。啊，歪了嘞！啊，歪了嘞！歪丢，这个我把它救起来。丢进去没关系，飞奔有没有？它其实吃身体，我就会直接出捏宝。嗯，但是我现在先把这个再做出来一点，这个吃身体不用吃饱，这样就好。哎，还有，啊，它怎么 hold 住了？那一盒真的夹不起来，要夹后面都压住了。对啊。有啊，不行，只能这个绿色的。哎呦，它怎么喷来这里？没关系，我可以这样子滑过来，再滑，再滑一次，再捏宝一次。哎呦呦呦，甩浮没出来。有了有了，快了。再滑一次，滑，滑。最后的扣打，嗯，我看能不能再出个几个了。这个黑色的，哦，全包，先把绿色的，嘿，先挖后面的。我好像用讲的比较厉害。对啊，你就只能当军师，我们是执行的，你当军师就好。来，这样是全包，你看哦，一，哎呦。等下，这样是全包，你看哦，一，哎呦，哎呀，卡出来啊，微卡，然后这个绿色的应该它不会直接浮起来，吃多一点飞奔，哎，至少我有出两个啊，对啊，两个不错啊，不错，我这个再让它飞奔，吃多一点这样子飞奔，全包吗？好，全包，因为它钩盖子会丢，对。最后十块，哎哎哎，没了。我们加几盒？我看一下，嘿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好，哎好哎好。你加六盒，我加两盒。对，你加两盒，哎，不错不错。我们还有拼图。对啊，还有拼图呢。哇，拼图我就拿着吧。好，我们这次总共就加这样子吧。嗯，还不错。这台的洗衣球是真的，目前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火，只是这边有点卡住。如果我们稍微再把，其实我们再多花钱，这台是东西还算非常的多，是还可以再夹，但是我们想说，就夹个八盒就好了。嗯。然后还有个拼图，拼图有三个重复的，就抽奖吧，抽个拼图。洗衣球要吗？一个洗衣球。拼图加洗衣球。好。随机。随机。洗衣球放在家里，你在拼拼图的时候。你可以稍微闻到洗衣球的微微的香味，然后洗衣服呢，身上穿起来更香，身体都很香，衣服香，你拼拼图的成功率会提高，会瞬间这个一千片算什么？一万片都照拼，一千片一下子就拼好了。所以洗衣球辅助了它，成就了你拼。在瞎掰啊。OK OK。
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抽奖抽一个拼图加一个洗衣球送给大家。好，好，那抽奖方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